我们的快乐圣诞。嗱，咁我而家咧就上咗 KR8209 船哥嘅的士嘅，咁佢而家咧就车紧我翻工啊。阿船哥，你最中意听 DBC 数码电台边一个台啊？第二台啦，新闻台啦，同埋呢个高曲台啦。新闻台有咩咁好听先？新闻台啊，即系睇下交通啊，乜嘢啦嗰啲咯。交通消息快唔快？靓正先？都好快。都快我哋三台财经台的主持火燎心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嘅。哦，我是 DBC 数码三台财经台的火速登台主持人火燎心，而家考考你。美国开始一个好常做的动作是，俾三个答案你拣啦。A 敲钟 ，B 向地球东边90度角鞠躬 ，C 跳大字。梗系敲钟啦。讲多次。敲钟，大力地敲钟，冇错，耶，啱咗啊！今日送超级市场购物礼券俾你，啊，多谢晒。圣诞嘅愿望系咩啊？咁冇嘢噶，希望搞好啲咩啊？经济啦，大家都搵到钱啦。梁振英讲嘅呢句，系嘛？车过三次，车过梁振英，佢态度好唔好噶 ？OK 啊，靓唔靓仔啊？啊，都几大只，大只噶。竞选嗰阵时咁啊，车到佢咯。咁做咗特首啊，我哋又车唔到佢噶啦，佢自己有私家车做啦。俾你点一首歌，你想点咩歌啊？林志祥咩啦？分分钟需要你啊！俾边个听噶？掂翻我自己啦，等我开心啲啦。好啦，祝你开心，圣诞愿望成真啦！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，在太空中两人住。活到一千岁，到一般心醉，有你在身边多乐趣。有了你开心啲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。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空气。我们的快乐圣诞。